公害啊，哇，哎呀，我讲到那个另外在这个百丈怀海哈，因为马祖道跟他的关系，里面有一个古林禅师，有没有听过古林禅师？你要学会我们的那个佛学哈，很多的那个古林禅者哈，是一个行者哈。他有一天呢哈，因为他要去参访啊，参访。那他的老师父呢哈，因为老师父比较没有读一些所谓的那个高深的哲理哈，没有。那这个古林禅师呢哈，古林禅师他有来跟哈。那你我们要了解到，既然能够成为我们的上司，都是过去生的缘分哈，过去生的缘。就他就是要去参访，那他有指定一定要去参访谁？百丈怀海，啊、哦，百丈禅师哈，一日不坐，一日不休哈、哦，我们的崇礼的制度就从他来的啊、哦，所以这些都是从我们的明朝那时候非常乱哈、哦，因为呢，有所谓的道士啊、哦，这些道士的关系，再加上佛教哈、哦，所以形成了李太后哈、哦，我们那个明成帝这些的关系，造成我们呢哈、哦，在这个佛教的这些佛的那个佛难。哦，还有就是在唐朝的时候，唐武宗这个都是会难哈，会昌这个佛难好多，我没有经过，但是他们都是屹立不摇哈、哦，屹立不摇。那因为这个古林禅师呢，突然间有一天参访跟百丈怀海，因为百丈怀海呢，他们都是比较着重在这个这个六祖的，因为都是跟我们的那个四大明朝的那个莲池大师、藕益大师，我们的那个。止喝就是止婆就真和嘛哈、啊，还有我们的那个寒山大师德清，对，就是他们都比较着重在六祖，所以他拜访这个百丈怀海完之后，突然间回去呢，跟师父，他就跟他们的老师父洗澡，谁干一半，顿悟了，哎呀，师父就问他什么？他说原来呢哈，没有染污呢哈，清净无为呢，圆满净性展现了。他才知道说，原来呢，他去参访遇到一个直指人心的一个谁，百丈怀海嘛，对不对？他是不是言语道断？他没有办法用言语跟你讲，但是他就是有那个风范。古大德就是有那个风范，他一走出来之后，你自动就会很多事情就会明白了，有没有？就是这个样子的哦。所以这个是要讲六祖之前呢，哈、哦，为什么说哈、哦、是凡动，还是呢你在动？其实是我们的心了。所以六祖它是一本啊非常棒的法，所以叫做直指人心，教外别传哦。所以这本法宝呢哈、哦，你要记得，你要研究任何的经典呢哈、哦，因为像我们中国最乱就是这本经，因为每一个人呢、啊、大概要翻译的哈、哦，给它的名称不同，所以我们现在有将六祖这个名称呢哈、哦，我们用了一个基本的版本给大家有个概念。相对的，我希望说它是一个工具，读完之后呢哈、哦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意思就是说正法都要叫你舍了，圣功两不两，干嘛要念而无念？就是一道强而有力的光，引起性空，就不要再执着了，有没有？相对这文字，你不要被卡死哈、哦。所以只是先让你借假修真的文字而已，好不好？所以我们呢，来开宗明义的让大家了解一下哈、哦。我们先看一下我们的长极光在哪里，有没有看到长极光？有没有？好，回去最好哈、哦，读这个书的时候要这样子，你知道吗？有一只牛，因为读了《法华经》了哈，所以像后来他来出家的时候哈，嘿呀，《法华经》就搞，免读就晓，以前那头你知道，因为正常做牛的时候，人你拍经伊就安尼偏，所以只提定这本就安尼偏者。哎呀，那样只赞哈，时间到，甚深微妙吧。哎呀，况且难懂。哎呀，这个做来不得了，安尼就坏。哎呀，安尼就亏呀。光就是白，白就是呢七彩，我们的身体里面呢，哈，这些呢，砗磲玛瑙呢，这些呢，七宝呢，也就是我们的身体里面都有累世累世的佛哈。所以不管是七佛，不管是七轮，不管是七宝，它都是一个表法。意思就是说呢，你就是一个珍贵的人生难得的意思啦。哦，那这个宝珠你不要被贼拿去哦。他们那时候还在想说呢，我严姑那有宝珠，我讲有啊。你嘛无开悟的时候吧，哈，刚被。滚在这个就叫红啊，红色的蓝宝石嘛，红色的宝石、蓝宝石、绿色宝石、黄宝石、紫宝石，对不对？这些宝石谁会偷？眼睛一直往外面就会被偷走哦，对不对？耳朵喜欢听好话呢，会被偷走哦。所以这些宝石就在七轮这里面，所以这边开了之后呢，自动你就会回到呢我们快速的一团圣洁纯净的，就是白净呢，就是这个染色体，我们的全身都是染色体，开了就好了。哦，是呢，就是一个概念哦，就像提纲挈领哦。我们假设叫我们的大衣无衣有没有？你把把那个纲领叫贴开的话，你懂吗啦？哦，所以我们就是那呼应刚刚中道法师说的哦，
我们假设讲不完的下个月继续讲，但是我现在原则上先让大家有一些基本上的概念之后，以后明细讲你就了解，因为我们现在有在明细讲了哈，我们的白净室里面还有更细的，我们的乳头状体还有穹窿里面都是阿弥陀经四十八大愿，都很细的，那个都更细了哈，所以我们要先提纲挈领哈，提纲挈领啊，所以呢只要认真的听哈，到后来要一至十日的哦，莫跟阿弥陀佛闹亏哦，你嘛无心眼，你是回来心都爱拍卡称啊，知无？自己是佛啊，把这个波珠啊呢，但你我靠。哦，在里面自己爱好刷个微微和亏，拨开，啊，拨开就看破放下就好了，就放下就好了，看破就好了，很多事情想不通的时候放下哈、哦。所以我们在里面的当中哈，长吉光出来了，有没有看到这一朵云层的外面？这个就是我们的异界天爱给哈、哦。那云层里面就是我们的六根十八界，好、哦、叫色界天，在里面圆圈圈这个里面这一块，圆圈圈这个是我们的边缘系统。在下面这个地方呢，就是我们的无色天哈，所以这个地方就叫做浩浩三藏呢。我们所谓的呢，这一个能长、直长、所长，就在这个地方啊，就是在这个边缘系统这个地方，远远的这个地方，好，整片的阿赖耶识都在这里，整片的脑这边。对，所以这块就是呢，我们念一遍来，横遍十方，竖穹三界。对，就是身口意一直拉拉拿到那大脑这一块，虽然大脑哈被淘汰，新存这得，这个晶片叫做扣带回往，嘿，就是我们现在波斯这一章有嘛？这个就是我们的迦舍佛，也叫老子啊、哦，就叫老子啊、哦，也叫老子。这一章你只要看了之后呢，哈、哦，你就知道老子哈、哦。那老子要做什么呢？好、哦，老子就是跟我们讲话了哈、哦。对，就是老子。好，我们看到老子在这边，好、哦，就老子，哎，对。好，这就扣带回啊、哦，因为我们上课要配合着你才会懂哈、哦。好，那这朵花也开了啊，里面这些就是无色界。好、哦，无色界里面就是有个白洞，好、哦，白洞能够的去叫做白净室。好、哦，那以上这边，那我们的六组我们看一下哈、哦，因为你假设专注扣带回呢，就不会有忧郁症，不会有躁郁症了，懂不懂？专注就白净室进去了哈、哦，所以你俩肚子有上面怎么样？跟你生死不相关，你奇怪了，别人有钱，别人没钱，别人打你，别人吐口水，跟你生死也不相关。对不对？但是你要学会借假修真。那、啊、来动一下。做染色体交叉。好，来做染色体交叉来。来，我们来做染色体一下哈、哦。这个染色体很好用哦。好，来交叉。阿弥陀佛赞。阿弥陀佛赞。非常好，来。阿弥陀佛赞。那只蝴蝶不要了哈、哦，又丢出去了哈、哦，找回来蝴蝶。哎，那个蝴蝶呢？笑一次哈、哦，五百万蒙坦赚五百万。啊，四季拜拜五百万，青菜球都有啊哈。很好，对。哦，我们现在那个维新跟哈维基法师就够赞了哈，不错。我们现在呢，诚心是法师，各个起来那种感觉的光体都不错哈。哎呀，不错、哦。啊，你哪来做干啦？你跳舞嘞，教授。很好，对对对。肩膀哈、哦、不要弯腰，嘿，对，慢慢的是很好，拉直，哎，对，就是这样子扣，哎。对，将这只哈龙骨哈，这个腰椎第三椎、第四椎打开，嘿，很好。阿弥陀佛二三。对对对对，头发啊，嘴巴要念啊，哎。有了肉体又不要念佛了哈，我就知道了。哎呀，难怪哈，不能将佛祖丢掉啊，你就是佛祖哈。来，阿弥陀佛，阿弥陀佛，动一动，阿弥陀佛二九，阿弥陀佛三十，用心，嘿。是的，来，阿弥陀佛三二。阿弥陀佛三三，大声念阿弥陀佛三四，喜乐的念阿弥陀佛三五，一定成的，来，好了，阿弥陀佛哈，一定要，谢谢。阿弥陀佛，什么奇奇怪怪吧哈，做一做就好了，哦，做一做就好了。我们人很奇怪哦，你假设呢，你在读书的时候，小朋友，你要看妈嘞，他这一刻扣带回没专注的，那些老者，那些老者就是智慧没回来时阵吧，你该讲啥，伊听拢无？你讲几百无，伊听无一句话啦。你明明甲伊讲我好爱你，伊讲吼奇怪，这妈妈很奇怪要杀我安尼。你说吼你好可爱，奇怪伊甲我每个弯哪搞的安尼。那样呢，他就是频能量不对，所以伊安那接不接袂入，懂不懂？所以你叫伊做这做这很奇怪哦。伊妈妈吼做一遍，哎妈妈你讲话时吼奇怪呢，安尼安尼逐句听听看呢，顾顾住。就这个动作，这个叫立腺体要集中的动作，懂不懂？所以这个叫染色体的交叉法，啊，你要不？哦，帮我那边下了，搞搞搞下拢不会记。染色体的交叉法，这个叫什么？别人的苦难由我承揽下来，因为我们是同体的，他的苦就是我们的苦，他不懂就是我们的问题，
哦，这就是我们的交叉原理，叫做染色体。哦，所以咱的幸福来对的这种，嘿，医生，学习力。哦，很多地方很像，因为学习力是哈，它后面哈这边四个是要靠这里的，要让小朋友动的这里，啊这一根是要扣住我们这里，要将耳朵，因为我们的观音的那个耳根流六流王所这里耳根圆通，一样的用来得去专注，啊这四根手指头就将它的松果体那边就按着了，哎就这样子做，哦所以你扣的时候是不是这样子，这样子。对啊，小朋友他就会做这样很快乐啊，你过来过来讲哈，哎呀好可爱啊，好像那个什么他们说的那个天线宝宝有没有啊，你呀那哈多那嫦娥宝宝那，你知道啊，就举得很可爱，所以我们昨天在幼儿园他们就这样子让他们动哈，动起来读书就会比较专注。那你要记得哦，我们的成人专注只有15分钟而已哦，这个在我们的大脑波印证的哈，才15分钟而已，小朋友呢5分钟呀，哦所以你有没有底下讲到嘴角转播，哇他转播都跳不出来又跳回来，所以小朋友只要好上完5分钟你就叫他好，小朋友干嘛来屁股动一下，他就动不够了啊，3下5下啊8下啦啊，他就活过来了，懂不懂，而且我们再站起来染色体要做走的骨灰啊，哦，啊你再看你上课的人在这里讲经的人也看大家都倒几片，他也觉得我说说得很好，真的真的你都要反省啊，真的再给你点头，我们就赶快起来动一动就没事了，把扣带回拉起来就好了，这样子理解吗？所以你刚刚我在上课的时候，哎呀那你动不动又要来做个染色体了，这个在做什么，表示里面可能开始被丢掉了，哦啊不对，干嘛做认同啊？那掉不掉来逃动到怎么等你啊？我就想说啊，不要让他在面哈头快断了哈，舍不得，不要你赞叹赞叹赞叹啊，不如大家一起动一动哈。好，谢谢，请坐下来。啊，护底对，莫眼球在你的灵山里面底加啦。哎呦，打开你属灵的智慧底加。哎呦，打开你属灵的眼睛，带你看，往内看，知道不？你嘛染色体出毛病，心就是看什么拢未顺眼。哦，你要染色体嘛，出美的呀哈！你看别人都不顺眼，哎呀，人家明明对你说人家错，人家明明赞叹你，你就说人家在骂你啊、哦！这就是染色体，有没有？有时候呢，一定要看看呢，明明呢自己肥就嫌人家肥，啊，明明自己太瘦就说人家瘦巴巴的，哎，奇怪啦，他没有回光返照啊、哦！所以这个叫染色体，哦，这样子了解吗？啊，上课的时候呢，哈、哦。不要每次上课呢哈，嘴巴歪歪的，要不然就是有怀疑的时候皱皱的哈。每次呢哈，上课的时候不懂的时候，这只蝴蝶先揪起来就亏啊，揪起来就碳500，500万就把细胞活化换一次哦，所以爱揪在不？啊揪到尾啊哈，再嘛揪不亮哈，都无阿兹海默症啊，因为这样无揪，这就会起笑哦哈，刚完这会笑笑，这就会笑哦，啊尽量这会起笑，知道不？啊起笑就是爱揪眼呢哈，爱揪眼那样呢哈，细胞就活化了。哎，对，你们这样笑起来了，个个就是欢喜佛啊！全咱大门哈，咱的弥勒佛来时阵通啊，你好，先给大力挥手啊，自己都先跟人家挥挥手，懂不懂？哎呀，只有喜乐才跟你的成佛有相关，就是染色体了哈、啊。那这只蝴蝶呢？哈、啊，大家看一下这只蝴蝶的面子，一个声音就这些了。所以你看红斑性狼疮的人有没有？那个免疫系统都自己会打自己。哦、啊，相对的阿兹海默症啊，你没有办法定位，你不知道你是谁，所以你每天就是活在痛苦的日子。所以你看阿兹海默症的人，这个脸都像扑克牌。哇，你也刚刚说你怎么了？你刚好哦，哪有怎么样，对不对？他就觉得你很奇怪，你干嘛一直问他这样子哦？可是他那个脸就写着，就是说我就是不快乐啦，我就是想要死啦，哇。哦，所以呢，我们帮他解开就好了啊、哦，解开就好了啊、哦。所以要不要上课？要啊、哦，懂一点点，我们就去布施一点点啊、哦。这叫法施，法的布施呢，哈、哦，就是我们今天《金刚经》说的啊、哦，配合我们的六祖坛经，应无所住，要三轮体空啊、哦，要三轮体空，好、哦，这个才有办法进入到我们的六祖。这个叫治愈能力，自己会好，自己就会好了。所以我们身体里面呢，你只要都不想没有二元对立。生命更没有二元对立。法师，麻烦你，好，阿伯讲什么哦？我们在被麻烦什么？麻烦你去死，好，都没有二元对立的人哇！阿里刚还是白痴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或者是公公，你知道吧？打行公好，可是因为他的好的当中没有对立，所以往往呢，很多事情呢，哈，佛光就来普照了。哦，就是这样子，一定要学什么都好，懂不懂？吃东西呢？好，古赛好。啊，刚才也讲的古赛不会啊、哦，这是我自己亲身体验的。
我到了喜马拉雅山，因为我都常年吃素，我吃素不是宗教素，好，我是因为呢车祸回来，看到他们有能量，我就抱着那个抱着那一碗鸡腿哭，抱着那一碗呢那个什么蚂蚁哭，你知道吗？抱着那一碗呢煮好的哭，对不对？它有能量，就这样而已。好，我是没有吃它，是因为这样子吃的，没有吃的哈。所以我去了喜马拉雅山的时候呢，因为真的都没有吃嘛，因为我已经都很久没有吃，但是我都吃，有时候吃个巧克力，多喝水。那因为我要攀登那个高山，我都要攀登那个高山。可是我的精神就都很好，我看大家拢当都山湾哈，我来刚刚讲我好像那阵到底山顶的人个对吧？你知道吗？哎，奇怪，我就这样子，精神都非常好。但是呢，可能被那个咕噜察觉到不对了哈，因为上司他会看嘛哈，他就问我说：“你马别跟他执着一心哈，真的哦，因为在这边呢，你看都像荒漠，什么东西都没有，看你别假啥，我跟他出猫女或假的，不理解别假啥哇。”那我也很好玩哦。既然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啊，这个他给，所以他就来考试。那个晚上就问我：“你再不吃的话，你不退了。”因为假无吧是假无塞，我也不假思索假无塞。就从那天开始，我那种身材会这样，很奇怪啊。蔬菜在味道来很好吃，有高丽菜，有那个山中的苹果，我就都吃这个了。我记得我小时候一车祸回来，我也都是吃苹果啊，所以我才知道说，真的，你只要相信就不可思议哈。这就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最重要的，一定要学习哈，一定要学习。凡事呢，不要有对立哈，不要对立。蒙公哈，外佛法他管，你的基督教佛法他给，我的佛法管得不得了，你弄不如法，懂不懂？因为释迦牟尼佛说过，他说的49年没有说过一句话，没有，表示我们他不让我们起对立，他知道我们这个到这个阶段来的时候呢，大家都会因为这样子的对立造成这么多的哈人往恶言对立，这个夏世秋，因为你做人你嘛不忍辱哈，你假设法义不清楚，你忍不下来，血气方方的，好啊，你的血清素呢就会呢造成你呢这个对立，那这个对立我们佛法说的哈，我们就很容易引起谤佛谤法，哦，这就很麻烦了哈，所以忤逆众罪的邪念来。哦，很可怕，好、哦，很可怕。所以呢，跟白净是不相干的，不用讲。哦，跟你的解脱不相干的，也不用讲。啊，你要讲，很简单。你把你够了钱，你就改扣中，知道吧？好、哦，比如说我们现在看一下哈、哦，这个人现在在批评。哦，比如说他们批评证严法师哈、哦，说他们都怎么样子的为善法啦，啊，搞起来以为呢海盗这样子，反正就有些人就很会操纵。哦，那我们听到的时候，我就马上呢帮证严法师扣钟，那我来承担，因为他很多的苦就是往内吞嘛，对不对？可是他也不觉得苦啊，这本来世间现象就是这样子，颠倒错乱，对不对？啊、哦，这就是我们的共业啊、哦，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就帮他扣钟，这样子就可以了，你就念他的名字。那假设我们在刚好在今天在车上的时候呢，那跟我就很棒哦，老师对不起呢，因为我们今天那个什么面包有蛋呢，啊、哦，因为我不吃蛋嘛，我说那没有关系啊、哦，我们为这个蛋跟奶来扣钟。啊，这样理解吗？是不是什么东西都可以扣钟？啊，你知道不？因为佛陀说呢，哈，万事万物，无情又有情物啊。那眼睛说，12类神里面都可以成佛的哦，连一层底都可以成佛，这样子清楚哈？对，这就是一定要知道没有二元对立了哈。再来世秋，因为那个独头意识哈，我们有6个禅定哈，在我们的中阴身里面，第一个有所谓的身处中阴，活着就是中阴身，做梦中阴，打坐的中阴。哦，到后来实相的，哦，这些过程是我们之前上课要一直大家了解的哈、哦。所以这个独头意识呢，在阿赖耶识里面的8次规矩颂就叫做非量，啊、哦，就是非量。那因为下次就是比量，哎，将高必高啊、哦，所以你就没有办法回到性量啊、哦。这就是我们的这一张图讲八识很好玩哈、哦，有机会再讲八识，这一张图就会讲八识，很快就看得懂了哈、哦。再来呢，我们的那个禅定。假设你常常放松的话呢，你的松果体很放松，松果体是我们的第三只眼，所以我们不去用它，我们要的就是慧眼佛眼，对，就是呢大的本具足了哈，本具足了哈，所以这个就是一定要让我们的迷走神经放松哈，迷走神经要放松，迷走神经完全放松啊，我们就很好处理的，黄黄的这个、就是副交感神经，黄色的，黄色的一整片全部都是副交感神经，好，副交感神经。好，那我们的这个智慧呢，就在边缘系统哦。21世纪大家学习的就是这个一空啊，就得，哦，已经有看到哈，圆圈这一块哦，这个边缘系统哦，已经你们假设哈、哦，一定要专注回去呢哈、哦，认真的付出，很奇怪，这个东西你不用读你就会了哦。
啊，你知道不？哦，琼英那天好认真的，虽然二五来上课哈、哦，那有时候跟着我们去哪里上课，其实时间都认真付出做志工啊，你知道不？啊、哦，像我们的中心路那厕所用塞个做清洁，哦，啊，厨房他们都用得很干净，哦，那释放室呢，他们都用得很干净啊、哦，就是如同我们的身体一样哈、哦，随时打扫心上帝。你看到了，比如说你现在进去厕所那边很脏的话，表示你现在当下是污染污的，所以你把塞塞都塞掉啊。这样理解吗？好，当下我们去做一下。那你的话，给下一个人要进来的话呢，保持一个清净、灵敏的圆明净心。好，圆明净心，一定要实证就这个哈。接下来就是我们的扣带回了哈。所以，我们这一章呢哈，大概先让大家了解之后，好，我们就开始翻到我们的第一页哈，来细页来看一下六祖坛经的细。有没有看到？这里一面有食品啊，这个呢，我们第一个这个行优品当中呢，哈，这里就是一个因缘呢，哈，我为了要配合我们中心路呢，哈，嘉玲要讲六祖坛经，可是因为他那个版本哈，因为版本里面当中呢，哈，可能也是因为愿力的关系，所以印刷出来的字迹就差很多了哈，所以后来呢，这个也是我在地上捡到的。我好嘛，要扣我们刚刚做搞扣的，因为我大概嘛看了几条头卡的头卡在地上，我都捡到旁边。我就一定都会这样子，我看到那个地上只要有植物的就给他哈，老会要捡回去骨头，所以我都来扣一边啊。他每次很奇怪，客人常我在习惯的看哈，我要什么东西，有当下有用这个烘杯嘞，啊不就是让你投靠你去扣安尼啦。我你就想讲啊，大家为着来，哎，怎么刚好我要的东西就这样子哈，所以我们就将一些版本汇集起来，之后这边有一个。这边有一个潮汐版的啊，这边是合一版的哈、啊，所以我们汇集起来呢哈、啊。因为我知道你们眼睛呢比较大，那种大眼睛这样，所以我印字印小一点。哦，你把这块搞了，所以这几乎啊，它是一哈。所以我们这个把呢哈、啊，大家了解一下之后呢，我们就翻到第一页了哈、啊。这个第一页，这就是我们的六祖坛经了哈、啊。六祖坛经了就在这边，对，好、啊，这边的001第一页了哈、啊。这边就开始要讲我们的行优品了，它也是在这样讲传法。那这边里面哈，这本经典非常重要哈。我先讲提纲挈领的，因为这本的经典里面呢，开始呢，我们要进入到我们里面有十品，我们要配合我们的《金刚经》32分，你就可以了解到呢，为什么从我们的第四分哈，《金刚经》的，在我们的第11分哈，再来就从我们的第16分，再来从我们的22分，再来往我们的32分当中呢，全部能够将离相之后，再来就是同体的话呢，其实它跟我们的六祖都是遥遥相应望的哈，因为这个过程当中，从我们前面的一个呢应用当中的体相用，一定要了解到呢，从离一切相到后来也没有相可离了，你才有办法了解到呢，金刚是在讲般若智慧那六祖呢，它更是直指人心了。哦，这本经呢，哈，我今天大概提了一下之后，你回去呢，好好的自己稍微研究，用白净视去看哈，哇，你会不得了。哦，这次呢，哈 ，PowerPoint 呢就让静源呢专心去做呢。一打完工，老师，我真的非常谢谢你，你让我这一次在 PowerPoint 里面他学到了，哦，他觉得说太美了。为什么中国呢有这本这么棒的法宝哈？这本《坛经》，每个人都知道有一本叫《六祖》哈，可是一直没有办法了解它到底是一个什么哈。后来因为有《华严经》的因缘要到了，所以我叫大家，我就很巧妙的哈，我就叫了那个沙弥回去对。三个版本让他对哦，看他有没有得到什么东西哈。有时候你就是要巧妙的，因为他们呢，每个人都是要利用他们呢本具足的智慧，你要去开展出来。那每一个人不一样，但是你一定要做人，人人所不人人，做人所不能做的，你就很快就进入了，就是这样子。好，就是这样子而已。不要有我，把大大的我拿掉就没事了啊，缘起性空。每一个当下，它就是像天人一样来考你，它只是让你知道说考试，哎呀，现在考微积分了，微细的地方哈。所以我们的《金刚经》里面呢，为什么就是从我们的第一个法会哈、哦，这个法会是代表我们的人体啊、哦。那因为上个月呢哈、哦，是不是我们上个月有一些人没有拿到这一本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拿到这一本？我们是以鸠摩罗什的啊、哦，没有这一本的呢，没有这一本的举手，要的人请举手来。好，那个把下去一下就行。来，法师，还有呢？有的，我们先举手好不好？让法师会比较好发。好，这本是我们的，因为用鸠摩罗什的哈，所以他没有用昭明太子的去分发，所以这边哈，我以前的沙弥用的很仔细哈，这边都有啊。所以以后呢，你鸠摩罗什的版本，你也可以用这个这一页参考，因为鸠摩罗什没有分32分。
是昭明太子才分的，所以你这样赌会比较好赌啊、哦。我们要解释上也比较清楚，好，比较清楚啊、哦。所以呢，我希望说我们大概呢，让大家了解一下这个《金刚经》里面他在讲的是什么哈、哦，重点是在讲什么？讲呢，有没有看到起经？有嘛哈？炉香湛若就是我们的起经嘛。读经爱来讲呢，读这起经来吧。哦，我们看一下起经。湛若哈，炉香，因为我们的大脑哈、哦，这个闪盖，就来带动乌文塔好啦。因为咱有六根、六尘、六界网，规工的惑、夜苦、疑惑啊，都迷迷糊糊那个炉香，那个炉，加一个炉，加一个八卦炉。这么几个炉，这么几个炉，哈、哦，三个就炉，哈、哦。那这个炉香你要先点起来，把那个灯啊，白金是个灯灰，啊、哦，炉香要炸热，哦，我现在要来点开了。我点开在什么？因为那没点开的时阵呢，哈、哦，我们的地球形成，我之前上课有讲过，对不对？它是不是一股气啪化掉了？是不是？越能量越什么流动越慢的，就变固体，对不对？还在流动的就是液体。快速的话就气体，对不对？所以那地球的是啪，那之后就形成的。相对那个细胞嘛，赶快哦。你现在假设一份恭敬的心，炉香乍若，我起正心正念之后，那个炉香就乍若，我那一股正气意念就马上汇集起来了，就炉香乍若，快速，如同烟雾当中呢，刹那当中我就开了。哦，炉香乍若，法界蒙熏。法界呢，遍满我的诚心正念的过程当中呢，马上起了这一股呢意气正念，所以我们的血液很特别。这只龙骨呢，我们的降龙十八罗汉，这里龙骨里面有24椎、7个颈椎、12个胸椎、5个下尾椎，对不对？腰椎，所以24椎当中里面有23个椎间盘，因为它里面有软骨，也就是我们要的干细胞。这个干细胞可以让人们活化。那一针干细胞呢，在国外呢，至少你住几个下熊，就让它开龟啊，爸爸，知道不？啊，咱的炉香乍热啊，得开啊，啊，你不爱炉香乍热，干龟刚在外口乌乱吹，就炉香乍热就在讲这个。一个细胞里面一股正气呢，5个血液就带进来了，1:5，正气。一分血液5分进来，这样理解吗？就像你煮菜同款啦，醋嘛1分，水就5分，安尼知无？所以你一股正气呢，水就带动了。那水为什么这么好用？因为它是我们里面的细胞要用的，外面那个膜是我们的火，所以炉香乍若，你在快速的共振当中呢，哈。